这个图好可爱啊！这里今天是，哎，怎么不对焦？对焦？今天是3月3号，2019年。我们昨天到了贝尔法斯特，然后昨天晚上就吃饭啥的。哇，李荣辉，你素颜这么丑吗？李荣辉，哇！我去上厕所，气死我！我们现在在这个，我们订了一个 Airbnb，然后这里边这客厅还挺好的。我打算现在先化个妆，光线太……照片，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，就来溜达溜达。